自私拢袂当传互伊出世间关，咁着啊，所以到尾啊，去拜一个十三岁的讲神主嘛。所以一个有德行的人，当然咱前面会去甲伊了解讲哦，伊问着即个人客，啊，迄个人客甲讲，即个金刚经呢是迄个字。五元东乡时来的嘛，哦，啊五祖伫遐咧主管，啊五祖呢时常劝人讲，但持金刚经，接住见识，直了成佛。伊是听着即个人家甲讲即段话，所以伊感觉，诶，即个真正是一个一代名师呢。哦，你若金刚经内底，因为伊闻到金刚经即时开悟，伊嘛知影讲哦，原来即个真正是有德行的一个老师嘛，所以伊较甘愿讲行三十几日要去当禅师呢。如果若无有这段话的话，伊嘛感觉虽然有开悟，伊嘛无感觉。无感觉，迄个五祖是还阁是一个大名师的啊，所以伊后一段你啊看，因两个在对答，一对答，看是安尼。虽然五祖咧考六祖咧，但是六祖嘛有安尼考五祖咧，啊门口有这两个对答，遮尔啊精彩，吼、哦，所以讲。你何方人？用求何物？你对家，你对对家来的，啊！你买来遮求啥物？哦，求啥物物件？是求名、求利、求福报，还是参人要行向对拜的？咁对？哦，所以伊就甲考安尼，你来遮要从哪？是要为着啥物？为着啥物目的要来？哦，那么慧能就甲讲，地主是领人伸手百姓，往来礼数为求作物，不求衣物。迄个六祖嘛，一头就要甲试看卖啊，这是一针见血物件呢。哦，为求作物，不求衣物。我要求物，我要求作物呀，你这敢有啦？哦，你遮敢有会当做好个物件嘛？哦，所以你啊看过去个书，咱知影讲，书有传道解惑授业嘛。哦，啊你传道解惑授业个话，那毋是讲真正一个大名师，你才有即个物件。哦，所以伊较家己个目标。目标来讲啊，我就是要做好尔，出个物件我拢无爱。哦，我毋是为着名，为着利，为着名，为着利，还是为着你个座位，哦，还是为着你个，还是为着家己个福报来个咧。哦，我是为着要会当超脱生死，当然做好是较夸张，哦，但是嘛会当讲伊。嘛是为着伊家己要安怎超脱生死的法门来啊！哦，所以呢，伊较讲，我就是要做好尔，我无要求什么物件嘛。哦，所以祖哥讲，你是两难人，又是甲了，欲为堪做好。哦，啊，所以人咧讲，较早咱时常咧讲个哦。要修道呢，爱有道骨呢；要做佛嘛，爱有佛骨呢。吼、哦，咱时常较早拢咧讲这嘛吼、哦。啊，但是伊就甲讲，啊，你是领人民，当然讲领人民就是讲，十多阿领人讲，可能是咱中国个较南边、较偏僻个地方嘛。啊，是甲了就讲。比较没有开化的原住民，安尼就对了。所以你啊讲，伊六祖自细汉就唔捌伊嘛，啊伊伫山顶咧采茶嘛，哦，而
伫山顶咧采茶嘛。啊，所以啊，你想想，咱若讲较无好听讲，啊，像你即款个叫小靠，我都变做粉，吼、哦。迄、一个采茶，佫毋捌伊个，哦，啊，佫未开发个所在，较有可能，较会当掺去做粉啦，哦。所以呢，咱慧能就甲讲啊，人虽有人捌，佛性本无人捌，甲了心依何相不同，佛性有何差别啊？哦，所以呢，你啊看，伊嘛一针见血甲讲啊，咱人虽然有人捌之分，佛性就无有人捌之分嘛。哦，虽然我的身躯也是身份，哦，我的身躯也是身份，参你五祖一个主持，也是高僧，伊的身份无共款，身躯无共款，身躯应该是大家拢共款啦吼，应该是咧讲身份无共款啦，哦，啊，所以你啊看，为什么讲咱道中来求道，嘛无分咧身份权富贵甲贫贱啦，好业甲善业嘛，一律拢会当来求道嘛。哦，咱就无来来求道，不管你较好业还是较善业，咧求道嘛是拢爱双脚跪下，哦，他就没有分别了嘛，哦，拢一视同仁啊，啊，拢平等的嘛，哦，啊，所以伊甲他甲讲，咱的佛性拢是平等的嘛，哦，虽然伊的身躯、身份、参和尚无共款，但是佛性呢有啥物差别？哦，佛性有啥物差别？就咱人拢是迄落，有当时啊要讲的讲，伊迄个自性，也是咱每一个人，哦，每一个人的身躯机能啊，莫讲这是外表啦，每一个人的佛性拢平等的嘛，哦，啊，你若去咖啡，其实呢，迄落咱日常生活当中足侪平等的嘛，每一个人一日都24小时嘛。每一个人所输的空气拢同款嘛，每一个人所往日头照的拢同款嘛，无有差别嘛。但是为什么以后就有差别？哦，咱你甲想哦，每一个人一拢24小时一日在，但是有的人伊的成就就较大，有的人的成就就无遐大，是为什么？哦，咱大家当家己去思考嘛，哦，就亲像当初啊，咱培养了就甲咱讲的，咱一出世，先有一个人，个具有了惯性惯犯嘛，啊，而且惯性惯犯的当中，咱是重犯轻慎，还是重慎轻犯，还是咱要超凡入圣？哦，这咱爱家己去思考。你伫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，你是重犯较重，轻慎较轻，还是你重慎较重，轻犯较轻？哦，啊，你要安怎达到超凡入圣？咱爱家己去思考。哦，这咱爱家己思考，没有绝对啦。哦，没有绝对啦，这是爱靠咱家己去领会啦。就亲像讲，我听一句，到底是安贫乐道较对，还是乐道安贫较对？弄对是无唔对啦，但是哦，有当时啊吼，乐道，我有通感受到哦，一个人若乐道，他才能安贫。你若安贫，无一定会乐道。就亲像咱拄仔胡永明就讲诶，目睭八开，就拢爱钱啊。
吼、哦，健保嘛爱钱，手机啊嘛爱钱，啥物拢爱钱。啊，你伫即、這个伫即个过程当中，你要安去拿呢？你若无有热闹的心就对啦，安去安不下来。哦，这互我，这是互我的看法啦。啊，咱个人家己去思考，我无一定讲讲的是对。啊，咱大家去思考，到底是安贫乐道才对，还是乐道才能安贫？哦，这咱家己去思考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呢，等下迄个咱阿祖有作者看完，咱叫伊来分享。所以呢，佛祖呢，佮言故意义，请见多将众在遮言，乃令随众众怒。吼、哦，就是讲这段是讲，佛祖呢听到啥物咧对谈呢，会感觉这个玉祖，迄、这个慧能大师呢，吼、哦，佮伊参与对答如流，会当心心相印。哦，感觉真个无简单。我伫这无简单的过程当中，佫想要进一步，佫参与加讲两句啊，就对啦。人爱讲的迄个知己难找啦。哦，弟弟也足歹找咧。哦，啊，大师咧嘛足歹找咧。会当参与，而且对答如流咧，迄真正是诶，佛性本无差别，真正由遮流露出来。哦，咱讲的，咱会客客气，啊，伊讲的，伊嘛会投机，哦，两个真正足投机的就对了。啊，今搁要参与讲的，但是呢，看到因的多种的拢伊是比左右就对了。今呢，搁参与讲的，有了无方便嘛吼、哦，所以就赶紧叫伊呢。去迄落做工课就对啦，就安排一个工课要做啊嘛吼。啊，所以慧能，刚刚讲，慧能体和尚地主自心上升地位，不离自心，即是福田。微心和尚教者何物嘛？哦，当然要做伊个诶，体变了咱个六五祖。佛祖嘛，吼、哦，讲地主自心上升地位，咱迄个地位呢，是由咱迄个本心清净的心所流露而出来的。哦，也就是讲，伊伫即个可能伫即个文殊金刚经三十几经安尼，伊来行路，伊来行路，伊来去思考，伊来去思考的话，迄伊感觉过去呢？无听到金刚经，参听到金刚经以后，伊的心境无同款啦。哦，伊的心境绝对180度转变嘛。哦，就亲像讲，诶，咱要清口，参无清口，清口以后，参无清口，诶，想法看法就绝对无同款的。我感觉讲，咱食着清口以后，参无清口，参还袂清口以前，下一寡看法，下一寡理念，绝对无同款的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伊听着金刚经，又搁受着咱五祖安尼家己对答如流呢，互伊感觉伊自心思想写出来，就是伊拢一寡智慧就对了。那个妙智慧，就是讲，伊感觉咱爱做代志，爱以良心对做标准。哦，伊咧做诶代志呢，袂使离开了伊诶良心，所以以伊诶良心做准则，所以伊每日每时每刻都流露一些妙智慧。啊，伊诶妙智慧是。可能是对于人生当中所有的体悟，哦，唔是讲为虾米讲伊袂晓讲哦，
用色心来生智慧。讲伊用色心的话呢，咱所产生的就是拢智性而已。如果咱若拢用色心所看，既然用色心所看，就是咱的眼耳鼻舌身意在做主。啊，眼耳鼻舌身意所接受的，就是六根、六淫、六欲，唔是用伊的本心在做主啊。哦，所以呢，伊拢上心地位不离自性，即是福德嘛。即、这个福德就是达到讲讲，可能是伊唔是咱一般的福报，哦，唔是咱一般的福报。即、这个福德呢，那么讲起就是讲，咱时常爱讲讲哦，就是咱的功德就对啦。哦，咱所行所做的。就是功德啦，哦，啊，所产生的呢，就是一款福德性嘛，哦，所以伊才讲迷信和尚的教者何物，哦，唔知迄、那个我做呢，要叫伊做啥物工课啦，哦，啊，叫伊做啥物工课的话呢，咱我做就讲，这甲了的品性大理，逆境不减，度得则。做手艺嘛吼，咱要做迄个五祖呢，嘛知影慧能大师呢，根性大义了对。伊这个人，伊个智慧非常的好嘛，吼、哦，非常的好啊，会当知影这个。精神遮好呢，应该爱好好啊，甲栽培就对啦。所以就讲，赶紧叫伊去做工课就对啦。所以啊，慧能的客气后裔，有一行者，猜慧能化茶茶堆定八回。当然，这段呢，有当时啊，咱嘛去，咱去甲体会着讲，过去灭团作为。嘛，唔是遐简单啊！唔是头前知影讲哦，这个精神大义，就马上传道予伊呢？唔是啊，伊嘛是爱搁予伊去破茶茶堆。当然破茶茶堆，伊有嘛话讲，话是讲伊嘛有真心的意思。破茶就是爱破思想。五常、人常、众生常、受者常，这四常、四常的拢爱破除掉嘛。哦，啊，大堆呢，嘛爱考验着六祖慧能大师呢，有踏实、有老实、有诚实无呢？这嘛爱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，才会当让伊真正看出这个是毋是真正可用的。哦，是毋是真正坚持在理呢？因为为人，你也讲哦，讲足好讲，但是伊个做参考的，是毋是一模一样？是毋是有伫迄个标准内底嘛？哦，所以伊一定爱经过磨练，哦，伊爱经过磨练呢。就像咱拄仔伊讲讲破茶茶杯，迄个茶杯咧精美的时阵，伊的心重无够，所以伊搁爱排一粒石头，遐咧逐日都伫遐破茶茶杯嘛，迄嘛是一种的考验，嘛是一种的磨练呢。你迄个心性若无够遐，站袂住呢。哦，有当时啊。考验有当时啊，其实伫咱修行学道过程当中，咱若拄着小小的考验，有当时啊，着看袂开、放袂下的。何况你啊，看经八个月拢是伫遐破茶大堆，哦，迄若毋是讲真正精神足好、意志力足好，伊真正是为着要求。做分不求义务的话，哪有可能八个月拢
我是要来拜师，我毋是要来遮喝茶谈水个呢。咱也想落，你若讲真讲哦，我精神足好个，我是为着要来拜师，我毋是要来遮喝茶谈水个。咱也有迄款心态就对啦。一个月你着做袂了啊，你毋通讲要做八个月。哦，所以有当时啊，吼，咱来去回想讲，为什么为人去大工厂，一单换十二个头家，一间工厂你带袂掉，为什么带袂掉？绝对有原因的嘛，哦，绝对有原因的嘛，毋是嫌钱少，啊，无就是嫌工作多，啊是嫌，哦，足济嘛。啊，其实一间工厂，我觉着一间工厂当然是爱经付比较好，但是你若无甘愿吃苦，无刻苦耐劳就对啦，你工厂永远就待袂了，哦。所以呢，伊这破茶大堆八个月呢，嘛是对会员来说的一款考验，一款磨练啊，哦。啊，所以呢，做一个福建会员员，哦，有一天呢，那我做呢，就对迄、那个，对后壁去就对啦。啊，看到咱会员做事呢，伫遐咧破茶大堆。所以就甲伊讲啊，讲我呢考虑到你的见解呢，足好啦。哦，伊的见解，伊的看法，足正确个嘛。但是呢，巧有恶人害你，遂不以人言。哦，我就是惊别人甲你伤害啊，害着你啊，所以我较无要搁参你讲较深一个就对啦。哦，对佛法的见解，我们两个讲了很多次嘛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伊就安尼个讲啦。那么咱慧能大师嘛讲，弟子呢欲知事理，不敢言之当前，念念不敢。哦，伊嘛知影，因两个已经，人讲伊头前才着心心相印啊。伊嘛知影伊个意思啊，所以呢，伊八个月呢。拢无去到当前，请到即个五祖慧能大师，吼、哦，无你若讲哦，我想着啥物呢？我来行来朝前呢，请到师父一下，吼、哦，你若看真正八个外月拢无行到迄个朝前，见迄个五祖大师一面，所以两个伫遐心心相印的话。伊嘛知影伊个意思，啊，伊嘛知影伊个意思啊。哦，所以你啊看，迄、那个过去书要找图，图嘛要找书，所以因两个呢是迄、那个拢共款个两个人吼。所以人咧讲迄个一句话要记一记啊，对啊。所以你这个人家讲讲知音难找就对啦，啊知心难找就对啦。我要找到一个真正知意知心的呢，真正是足少就对啦。哦啊，而且因两个搁会当契机，所以呢，五祖嘛感觉这个呢会当好好啊栽培看卖下就对啦。哦啊是，我简单报告到这，啊如果若有报告了唔对。啊，是错误所在呢，啊，盼望咱做一节连达，互我指正甲包容，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，欢喜祝愿，感恩。